厌倦的话就炎症好，细菌性的感染，然后就是贫血，红细胞低，还有就是白蛋白低，白蛋白低的话，它就是营养不良嘛，你看它这个瘦，肚子大，腹水，它的肝脏转氨酶也高，知道吧？所以说这种总的来看的话，判断的话还是肝性的这种腹水，它已经出现了两侧后腿水肿，有渗出液了，就说明它就已经病重了，就是用药之后就看能不能缓解吧，明白吗？现在整体状态看着怎么样？我看是不理想，状态看着不理想。那就是先用药去看看一个整体的状态是吧？对。昨天晚上还有金融，今天早晨你给我发的照片，那我看着有点出现便血的情况了，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导致的呢？便血的话跟它这种炎症感染有很大的关系，消化系统不好。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熊猫就是说这么严重，就是那么多的一个便血的情况，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去避免一下吗？它长时间的就是肠道就腹水嘛，长时间肠子泡在里面，它会影响肠子的这种生理功能嘛，消化能力啊，对，会出血。那它现在这种出现这种便血的情况，是病症的假恶化吗？对，有点恶化，加重便血，并且身上的话是腥臭味，腥臭味的话跟那肠黏膜的脱落也有关系。虫子啊，那么长啊？草虫怎么会这么大？我的天哪，还这么粗！那它肚子里面还有虫子？给它止血了呀。没事啥没事，这都人之常情，可以理解的。他也不舒服。对呀，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才会这个样子。不会嫌弃你找了，但是你要给我争口气啊，你要慢慢去变好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哎呀，乖，慢慢去变好啊。怎么就这么突然了？急是不行，他说估计再加上不吃不喝，加上脱水啥的吧，昨天他散步什么的都可正常了。昨天这两天感觉散步还行了，散步还行，但是他没有以前那么活泼，就状态没有以前好。走归走，但是体质还是就不行了。还是接着腹泻，吃药不管用啊。那我把他带回家，然后
那个签的话，我回来再跟你签。嗯，行，谢谢老师。狗狗在后边。行。